如果你日后辜负了他，伤了他的心，我定会取你的性命。明日清晨，你就要离开。嗯。给我消息，无论用什么样的方法，一定要给我消息。我不喜欢等待。好。小杨。嗯。我知道你惦念我。会为了我没联系你而生气，我很欢喜。小妖一直在和我聊天，就忘了时间。后来他说累了，迷迷糊糊睡了过去。要走了吗？明日一早离开。不要伤他的心。如果你日后辜负了他，伤了他的心，我定会取你的性命。若真有那一日，你就杀了我。早点回去休息吧。